我喜欢钓鱼，钓鱼能让我静心，也能让我学会思考，变得更有目标。我叫戚洪亮，25岁，是隆县曹家湾镇中心卫生院的医生。国家推行健康扶贫政策，慢性病患者服药住院能报销90%。隆县患有慢性病的村民签订了家庭医生签约服务。2年前，我成为了三连村319户1206人的家庭医生。国会背着药箱挨家挨户为他们提供医疗服务。我的爷爷爸爸都是医生，我很骄傲自己也成为医生，能用我的专业帮助更多需要的人。村里大部分都是中老年人，除了看病，我也喜欢跟大爷大妈们聊天，帮他们搓搓核桃，在墙上贴贴报纸。我的体重有212斤，还比较灵活，不信我可以给你们表演舞蹈。